刻的无声并非无语，心中的热血早已飞上九天。此刻的无泪绝非无情，眼里的火焰能把海水谢谢啊。英国的著名画学家汉弗莱戴维说过，不要失落，我所有的重大发现都是受到了失败的启示而产生的。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我的员工都在加班，我怎么好意思下班呢？说说看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你来看，在生物领域，不管是高级哺乳动物，比如咱们人类，还是低级生物，比如说水里的一根藻类，在基因里都有隐蔽的抗体。这就相当于在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只了解银河系，但是我们知道银河系并不是宇宙的全部，但是银河系之外的那些我们了解的就很少，这就是宇宙和生物之间共同的隐蔽性。你的意思说 Z9 的失败关键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基因抗体？对。有解决的方案吗？现在只有一个笨办法，就是继续试验直到找到这组抗体。还有别的办法，就是我把胡可和尹菲菲调过来加入你们，众人拭目以待，火焰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当然希望更多专业的人士加入，但是 Z9 的研究需要一定的科研基础。哎，有这两人资料吗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这是他们个人资料，如果可以的话马上安排。好。都11点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担心呢，这晚回去担心被钟云撞到。没有江总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我最讨厌你叫我江总了啊。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兄妹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大学的那4年时光，充满激情，青春焕发。是啊，我记得那时候你天天嚷嚷要干一番大事业，咱们几个人当中就你最有野心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倒是你，你是我们当中最清醒的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？要一个幸福的家呀。德国的思想家歌德说，不管是国王还是农夫，家庭和睦是最幸福的。别看一个家字这么简单，有的能给你，有的人给不了你。我在这个家面前就是一个失败者。
怎么了？停车！停车！来，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钟云，我回来了。让帮忙立刻行动，总部那边催着要大面积的实验结果。是，接了告诉总部。L 一的活体实验就快有结果了。L 一号，你说中原？从现在起盯紧赵信，有关他身体所有的状况我都要清楚。是，江总。从目前得到的情报来看，恐怖分子准备在 F 国青木镇，也就是这里，以3天后的泼水节实施 N 三号病毒大面积的实验。我们猎鹰特战队的作战任务就是阻止恐怖分子释放 M 三号病毒。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以及释放手法目前未知，你们怎么看？周洋，到。你有生化方面的基础，你来说说看。是。报告队长，根据资料显示 ，M 三病毒属于四级传染性病毒，一旦感染上，人体的造血系统就会遭到破坏，导致身体溃烂、呼吸衰竭而死。这种病毒虽然厉害，但是它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只能通过水质进行传播。这就是为什么恐怖分子选择在泼水节那天进行行动。如果我是恐怖分子，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当地的水务公司，把病毒直接灌入水务枢纽当中去。报告完毕。麦萌萌，到。放大地图，找到水务公司。是。中队在这里。好。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作战点。第一个作战点，意思是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作战点。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这是这次行动前指挥长下达的命令。所有队员注意，这次行动带上啄木鸟，检查装备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谁啊？豪哥，是我。太晚了，我都睡了。有什么事儿，明天说吧。豪哥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呀？哎，别！等着，马上啊！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大半夜的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说啊，你到底是不是来人？那睡不让睡，喝酒还不行吗？这外面怎么这么吵啊？
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？哦，我二哥说他今天要出去一趟，怎么他没跟你说吗？哼，跟我说？你哥是大老板，我就是一小马仔，有什么事儿能让我知道？行了，不说这个，喝酒吧。这就对了，干杯。喝多了，我就睡了。真厉害！哎呀，你也知道我喝酒跟喝药一样。这去哪儿啊？新行动不用你参加，你和沙文的任务是看守基地。那这么说，老板是要亲自指挥行动了？你跟沙文在上一次押送人之中都受了伤，也应该休息一下吧。谢谢老板的关心。你看我这伤，我这点伤没问题啊，已经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让肖恩呢在据点留守，老板我陪你去。怎么，瞧不起我呀？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哪那么多废物？怕死，就说怕死，不想为老板效命，就直接说。那说谁呢？说你呢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换别人也许我信，但是你，我真不信了。娘的，有种开枪啊！好了，唠什么唠？哎，陆豪，把伤收下。还有你，沙恩。别动不动就弄死人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听见了吗？
们已经快到青木镇的水务站了。知道了。包叔警惕，身边有可疑情况吗？报告老板，一切正常。好，立即行动。大油呼叫舰长，害虫到了。舰长收到，把害虫全部放进去再吃掉。重复，把害虫全部放进去再吃掉。大油收到，完毕。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怀疑陆豪是卧底啊？你这次行动为什么不带他？你个大骗子！你说陆豪会来的，我还准备他最喜欢的泳衣，你看。喂喂喂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我们弟兄们都在行动啊。陆豪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的。如果我们全桥出动，那基地没人看守了嘛？哥让他留在基地，相反是哥对他最大的信任的。你说的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让肖恩跟陆豪在一块儿，就是想试探出他们谁是内鬼。只要陆豪没问题，哥一定对得起他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有 ，MVC 那边已经发话了，只要这次实验没问题，会给我们一笔可观的经费。注意上。$30,000。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来维修设备的，这是证件。好，进去吧。大鱼呼叫舰长，海虫已经进去了。舰长收到。等害虫进入包围圈再行动，切记打草惊蛇。大鱼收到。大鱼呼叫卢登，害虫已经进来了。卢登收到。卢登呼叫大鱼，已经发现害虫，请求行动。行动。有埋伏！老四，老四，我们中埋伏了，通知首领。快来救我们！大鱼呼叫舰长，海虫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舰长收到，不要掉以轻心，小心敌人有外援。大鱼收到，副队有提供。我宁愿给我干掉大鱼，快！放心吧，轻松搞定。火箭，立即干掉敌人！火箭呼叫大鱼，无法瞄准，掩护。给我换一个狙击点试试。还有说大鱼，你可得把我掩护好了，搞不好我今天就牺牲在这儿。有老子掩护，你怕什么？把狙击点离近一点。火箭呼叫大鱼。全部搞定。哎，哎，大鱼呼叫舰长 ，M 三号病毒已初步确认，已全部缴获。待后啄木鸟一号行动结束，一号特战队等候指示。舰长收到。一号特战队留下一个小组看守水务公司，其他小组立即前往下一个行动点待命。巴莫尔一旦获知这边的行动失败，肯定会立即进行下一波的恐怖袭击。大鱼收到。有巴莫尔的线索吗？队长，没有查到。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来啊？这么重大的恐怖袭击，他一定就在青木镇。继续搜索。监听方面有收获吗？查到一通电话，是从水务公司打来的。
现在正在查找接电话的信号位置。时间太短了，无法确定位置。好，记住了，这一次我不但要阻止木马组织的 N 三号病毒袭击，更重要的是锁定巴木尔的位置，一网打尽。明白。破解就要开始了，估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。舰长呼叫冰河，报告你们二号点的情况。冰河收到，二号行动点目前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现海虫。继续监视，泼水节就要开始了，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。冰河收到。舰长呼叫大鱼，报告你们的位置。大鱼收到，正在前往三号行动点，预计五分钟后到达。完毕。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该怎么上位？进来人，让他来接电话。水务公司为什么有反恐特战队的埋伏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钱某，巴马那边行动失败了。我这听到了。这次是巴马亲自带的队，应该不会是走漏消息啊，不会是咱们这边出了问题。你怀疑谁呀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怀疑赵鑫对吧？你看啊，他没来的时候咱们这边一切都非常平静，他来了以后咱们的泼水节计划立刻就让反恐特战队知道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他呀。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虽然赵鑫是 Z 九计划的重要环节，但毕竟他以前是武警的人。你分析的没错，只是我觉得你多虑了。法国的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，旧道德让我们回避冒险，而新道德就是你不冒险的话什么也得不到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新纪元计划就是建立新世界的秩序，我认为适度的冒险是应该的。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。从现在开始展开对赵鑫的监控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。这样不会打草惊蛇吗？监控只是一部分，我是希望有人潜入他的身边，那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谁？这个人你先别管。那巴尔那边呢？命令巴尔立刻执行 B 计划，如果我只有 A 计划的话，总部是不会派我来的。我们不能让反恐特战队有半点喘息的机会。等等，赵教授到公司了没有？已经到了，在会议室。让胡可菲菲去开会。赵教授。哎，你坐坐坐坐坐，资料都看过了吧？刚才来的时候啊，赵鑫给我了，我看了一看，觉得有一点问题。具体什么问题呢？还是让赵鑫来说吧。他们俩的资料我们都看了，我跟爸爸的意见一致。就他们俩现在的资历，我们同意胡可加入 Z 九的实验。谢谢赵教授和赵姐的认可。但是，尹菲菲恐怕不行。说说你的理由。江总，人家赵姐都把话说得这么赤裸裸了，我就不死皮赖脸留在这儿，省得到时候让江总为难。菲菲，坐下来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菲菲的专业呢不够胡可好，加入 Z 九呢可能会增加赵教授的负担，所以呢我想让胡可呢来协助赵教授，让菲菲成为赵鑫的助手，这样一来的话会加快实验的进度。做我的助理啊？江总，我就说了人家看不上我。大家在一起就是为了工作，菲菲比较年轻，应该给她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你说呢？好吧，我没意见。我作为公司的负责人，有责任和义务关心每一位员工。Z9的责任重大，赵鑫啊，
我不希望你太辛苦，你应该有个助手来协助你。菲菲的资历尚浅，但是她聪明能干，我相信她会成为一名得力的助手。老大，下面怎么办？撤回去吗？撤个屁呀！这个时候撤回去的话，我们的计划就全盘结束了。经理，这次准备让我赔上老板。兄弟们准备的怎么样啊？老大，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过，这样硬闯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你怕了？怕的话，就回家搂老婆。别在这里混我的饭吃！兄弟们，这次水务公司的袭击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最少可以证明，情报不是从我们这边漏出去。我已经趁机上惊雷，加大砝码。不是，这次的袭击由你来指挥，去吧。是，老大，走。基地那边联系的怎么样啊？打过电话了，肖恩说一切正常。哥。陆豪他现在也不接我电话，他也不理我了，啊！我现在烦都要烦死了。舰长呼叫冰河，报告二号点的情况。冰河收到，二号行动点一切正常。舰长收到，继续监视。萌萌，有发现吗？报告队长，在青木镇东北25公里的位置，发现一通与境内联系的电话信号。但是范围太大，通话时间太短，不能准确锁定信号位置。东北25公里，把地图传过来。已经收到六号情报。后门进去。好。
转过来。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怀疑你是卧底，所以你就想派人杀了我是吧？那如果我同样怀疑你是内鬼的，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枪打死你啊？你从基地里偷跑出来，凭什么怀疑我是内鬼要打死我？是巴莫尔派我离开的，就是为了让我试探你。他没猜错，你果然是想趁他不在的时候杀了我。不信是吧？来，打个电话。问呢？巴莫尔说了，如果我死了，他回来头一个干掉的就是你。准备好了，正在行动。是。报告队长，发现三十车。队长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切断了水务公司，他们自然会选择劫持洒水车行动。萌萌，盯紧洒水车行驶路线，随时汇报。是。洒水车分开了，分别驶向十二号公路和六号公路。舰长呼叫冰河，一辆洒水车正在向你们的方向行驶，一旦发现，立即拦截。冰河收到，已经发现目标，上。舰长呼叫大鱼，一辆洒水车正在驶向你们的方向，立即拦截。大鱼收到，发现目标。有埋伏，倒吸倒吸倒吸。呼叫毒仙，呼叫毒仙，我们在十二号公路被拦了，怎么办？你小子慌什么？我这边也出现了特战队，冲过去，反正都是一死。冲过去！
战斗结束，清理战场。头领，杂水车都被特战队给拦下了。看来特战队也全面出动，惊雷这一招神东击西，还真是不错。命令西陵，立即行动。是。麒麟，麒麟，杂水车已经把特战队引到了郊外。现在正是袭击的最好时机，老大命令你们立即展开行动。麒麟收到。行动，全部升空。赵舰长，在洒水车内发现一个中控摄像头。在洒水车发现摄像头，看来敌人比我们想的要聪明。队长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中计了？敌人的真正目的不是通过洒水车。舰长呼叫冰河，清理战场，立即待命，随时准备应对新的恐怖袭击。冰河收到。舰长呼叫火箭，舰长呼叫路灯。收到，请回答。路灯收到，火箭收到。到达金木镇上空之后，立刻搜寻可疑目标，特别是人群密集的地方。我们已经到达金木镇上空。发现可疑无人机，火箭呼叫舰长，发现可疑无人机，是，行动。
什么？他们出动了旋翼机？什么 Plan A？ 狗屁 Plan B 啊！你不是说这次的行动绝对玩无一失吗？为什么我们没事行动都会落在特战队的眼中？我警告你，惊雷！你这样事情，爸爸要怀疑。你我身边有什么内鬼？除非那个内鬼他妈的是我！你不要激动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咱们的每一次行动失败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对方比我们准备的更加的充分。你不要太沮丧，我们并没有失败，总部已经下达了命令，我们必须完成 M3 号病毒大面积的试验。这一次泼水节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，咱们不能再错过了。你第一次还让我继续行动，我们这行动下去的话，我们的兄弟们就打死光了。我知道你损失了很多的兄弟，不要太难过，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一条命50万干不干？什么？我买你兄弟们的命，每一条50万。You're